家庭锻炼计划第一集，作者。这一季的活动最好坐在一张稳的椅子上。每天开始做这个活动时，你自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状态。你今天感觉怎样？今天的饮食好吗？你的鞋子会滑吗？有杂物或者杂乱的东西在附近吗？你的活动指南在你手上吗？你应该只做你感到安全或者舒服的活动。在活动的时候，你应该坐直，呼吸应该稳定，不要憋着呼吸。保持活动的意思是保持那个动作三秒钟，自己在心里默默数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先开始做几个动作，但是每个动作每天要做几次，过几天再慢慢的加上其他的动作，直到你能把所有的动作做完。等动作全都熟悉了，每个动作的数量可以增加。如果这个计划里任何一个动作对你产生痛楚，或者你难呼吸，你应该停止并且休息。下一天你应该少做一点，或者告诉你的医生或者医务专业人员。